三个人在帮我做头发。我等一下要拍照，要帮洛哥拍照。现在在化妆，但我还不知道等一下会长什么样子。然后我刚好看我的衣服，好像是跟我平常穿的，就是风格差蛮多，所以还蛮期待等一下会看起来像什么样子。现在呢，我头发弄到一半，然后我要先吃早餐。等一下吃完早餐呢，我就会完成造型，然后换衣服。有没有觉得跟平常很不一样？你看，这是我等一下穿衣服，上面有很多的小鹿斑比。气势才行，对，气势啊，很难走。那个他说我要早一点睡，才不会有黑眼圈。好难呢、哦。如果是。那如果是过敏怎么办？就没办法，因为就没救了，对吧、啊？就那样。好吧，没救了。谢谢你跟我分享。我觉得很酷啊，就是尝试一个没有尝试过的风格，然后觉得很 fashion 的感觉。就是这样讲有点怪，但我刚看镜子的时候会觉得自己。我会想到贾静雯在《我们二剧》里的那个造型，自己说的，觉得她很漂亮。哇，我现在来到摄影棚了，好，觉得好激动，开心。是很会摆 pose 的一个人，但是他们都很专业。你刚刚看完照片的，我觉得那个人不知道是谁，好像是一个不认识的人，超不像我的。好，有时候不要看镜头，看远，看高。
来没有这么抽累。对，我刚刚那腰这样一直盯着，鞋跟那么高。对，因为要想办法露出鞋子，然后就是反而要这样正，然后要这样，然后其实这边是很硬的，但是脸又要放松，要放空。他刚刚说不要对焦，就是很像这样。这个模特很厉害。时尚杂志，真的有时尚杂志的 Q 位，我被称赞了。其实技术好了。老实说，你好像可以不只做 YouTuber 哦。没错，以后我就要变成 model 了。但是有这么矮的 model？ 可以啊，平面没差，好不好？就只要穿衣打扮，让自己看起来好像腿很长就没关系。其实比例好比较重要。拍摄呢是为了要参加 Vogue 的社群风格名人奖创意风格类，现在大家票数都非常的接近，如果这次在创意风格类得到最高的票数，就可以在 Vogue 的纸本杂志上出现，大家一定要帮我这个忙，所以呢等一下我会把连结放在下面，大家千万要记得帮我投票哦，每天都可以投一票直到8月25号，而且超简单哦，你只要点进去用 Messenger 然后按投给机遇脑就完成了，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你们喜欢这次的造型吗，或者是有什么想法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，别忘记帮我按赞、留言跟分享，也别忘记帮我订阅跟按下小铃铛。我是记忆力短暂，但是爱拍片、爱画画、还喜欢唱歌的机遇脑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